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如魔法般苏醒过来的神奇列车组中玩刺激的小游戏，收集很多新玩具，按自己的方式组建并自定义你的列车组。今天所有的火车头都会大显身手，所有的火车头都非常高兴再见到你。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你们做好准备跟着托马斯来一场刺激的冒险了吗？快来跟我一起出发吧。小朋友们，你们好奇吗？前方会出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们接下来应该去哪儿呢？左边去往幽灵城堡，右边去往城市广场火车站。我们就要到城市广场了。右边去往疯狂过山车山脉，左边去往我们选择去往右边城市广场火车站。下一站疯狂过山车山脉，右边去往疯狂过山车山脉，前方去往纳普福特火车站。托马斯，我们选择直行吧。纳普福特火车站就在前面，一列新货车，你的火车头会喜欢拉那个的。完成之后只需轻击勾形符号。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货车了。干得好，选择一个方向，左边去往纳普福特火车站，右边去往提毛斯机房。纳普福特火车站就在前，这太完美了，只需滑过它或者轻击它打开。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玩具，所有乘客都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非常谢谢你。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得好，只需划过它或者轻击它打开。我们接下来应该去哪儿呢？前方去往提毛斯机房，左边去往火山岩采石场。托马斯想要向左边转弯。右边去往火山岩采石场，左边去往养猪场。前方去往多多蒸汽机场，左边去往火山岩采石场。蒸汽机场就在前面，大家去蒸汽机场看一看，那里会出现什么好玩的东西。右边去往多多蒸汽机场，前方去往大桥。蒸汽机场就在前面，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帮你的火车头在蒸汽机场进行大清洗，以冷却它们的活塞。只需触摸你想喷射的地方，确保你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位置。
你的火车头玩得很开心。小朋友们，你们给托马斯清洗干净了，真的好谢谢你们呀。选择一个新玩具，你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个玩具吗？寻找巨大的光束。出发，刚刚清洗干净的托马斯干劲十足，我们要去寻找光束了。选择一个方向，右边去往提毛斯机房，前方去往布兰达汉码头。去布兰达汉码头，我们出发吧。你们做好准备跟我踏上寻找玩具的旅程吗？做得好。只需划过它，或者轻击它打开。你能帮暴躁的起重机卸下我们友好的火车头，然后将这个特殊货物装上船吗？缠绕曲柄，升起或降下货物。转动转盘，我们找到货物。好极了。将剩下的货物也帮忙卸下来吧。干得好。你的火车头喜欢你的列车组。这次你会选择哪个玩具呢？宝宝们，我们今天的冒险就到这里了。如果想跟托马斯一起去寻找新的玩具，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我们下期再见。